这条吼无拍到日头的嘛，吼、这都已经较有水分啦。啊，这有拍到日头的吼，这内底就较无水分啦，安尼尔。颜色嘛，哎，啊无同啊。啊，是有这差别啊。诶，日头拍落吼，伊内底诶水分就少嘛。啊，你食会泡泡啊，会较大。啊，你帽骨拢要做防晒啊。嘿，你无防晒吼，会使讲足够着迄个。这几年啊，我明知影讲日头吼，晒到当时呢，晒到差十月二十，十月二十了，以前拢会去晒。对哦，啊，恁想要做防晒，伫面顶用啥？阮就干那迄个尔，碳酸钙尔。阮用碳酸钙。就涂成白白的碳酸钙了，对啊。哎呀，啊落去，逐日落去抹安尼啊。啊，擦保养品就不会这样子白白的。较有差，差七月吼，新历七月吼，你来抹吼，就较袂擦安尼，袂安尼啊，吼安尼。啊，这个消费者白白的，他也比较不喜欢的。因为消费者他不懂，他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就说那个是像女孩子也是要抹粉比较漂亮啊，一样意思啊，就只有这个差别而已啊。